惊喜。你是形象大使，我公司没做好。对，他这个自己会清洗，因为他这个就是他的排污口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是。谢谢我们的林小姐，哇，你好精致哦！你不是喜欢那个手吗？是。放大佛。那是你的手吗？我还记得他拍的照吗？我就想问，谁能有幸拿到这一杯果汁吗？你确定是你吗？我。这杯果汁我带回去自己喝。这样。准备好了抽奖的，抽给一个宝宝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有请我们大屏幕滚动起来。这一轮的正抽，我们先抽横排，看看哪一排的宝宝已经靠近这一杯果汁了。来，请你们参与我们的三号一停。第五排宝宝们，第五排宝宝在哪里？站起来！第五排宝宝们，第五排宝宝们，好，第五排宝宝放一把。接下来我们抽数的，就能知道谁获奖了。三二一，停！十五号，是你吗？叫什么名字？这姑娘。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我们专业的话，姐妹，你们就带着这个卡在门口那个。我到底找到没有？十四号的宝宝，十四号卡我没抓到。没关系，我们把这个那个对万达的惊喜吗？快点送上惊喜！哇，你好乖啊！你要把它带回家，你们要不要把它带回家？但是他只有一个宝贝，能够把它带回家。我指的就是刚才他用的这一台哦。想要那个，这边有一个快问快答环节，我们快速的解答。